好，现在我们来解说这个107年，112年的这个题目哈。好，老师因为刚才录影到一半没有电了，又重新录影一次哈，所以这个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题目哈。基础制图，好，基础图学实习才对了哈。原住民委员会哈，这个又废话了。好，图一是一正投影原理的第三角法，又是第三角法哈，为这件杯子绘制的俯视图与右侧视图，请依照规定尺寸以第三角法重新绘制哈。这件要学生要重抄一遍哈。集中前视图需与半坡视图绘制哦，所以这是新的哦哈。如果你对半坡视不是很了解，就会画错。啊，图一是杯子的俯视图，右侧视图，哦，外观是正六边形，哈，正六边形，每一个细格代表的是10mm，好，10mm绘制，请依图四尺寸重绘，哦，真说实在，有时候真无聊了，都会了，为什么要在那？你都已经画出来，为什么还叫学生重画一次？哦，再以半坡视图方式绘制前视图。有老师反映是学怎么会前视图，半坡视图画在前视图上面，当然是考试的时间的关系啦，所以题目才会设计成这样子啦哈。至于好制作规定，好绘制半坡视图的时候，右侧右边是表示内部结构，因为半坡视就是一半外部结构嘛，一半内部结构嘛，哈，所以就比如这样子，中间一定是那个中心线作为分界哈，好，剖切的位置啊，图二是那个割面线的哈，制作要求，好，现在是又是1:1，从来不敢画2:1或1:2哈，需与制图位置，啊，第三个黑色签字笔哈，不需要上墨什么哈，可保留制图之作图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题目。好，这个题目哈，说实在叫你重新画一遍真的不难啊哈。好，只是有一些地方要注意到。第一个六角形，它为什么前视俯视图它的分数是15分，它就是看你会不会画这个。说实在画六角形有什么难的哈。好，再来，好好格子不要数错哈。好，再来这边啊，这个右侧视图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可能有一些同学观念不清楚哦，他就想不出来这边的尺寸是从这里，这不是整数嘛，它是从这边转过来的。再来这里有一个设计错误的地方，一样以前就发生出过这种问题了，请问同学哦，这里不是在那个格线的焦点，请问你这里是多少？有的老师说这里是5mm，说实在我们这是制图呢，制图要求是精准，为什么这是用你说的算？我说是 4mm 呢，他说的是 6mm 呢，所以说实在我觉得这个设计有问题哈。它的等角图就大概长成这样子嘛哈，那这个菱形啊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哈，这里为什么有两个中心线？这一条中心线是后面那一个圆的，好啊，这边一个中心线，我是觉得它是表示这个是一个菱形吧，啊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画这个题目哦，啊，这个题目哈，说实在的，如果同学规规矩矩的照它这个六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画八格，这边也画八格，好啊，这边一样。如果你制图这边都是空，比如我空两格好了啦，这边空两格啦，好，画出前视图。好，可是你在这里就好，这里就会有问，这个会有问题吗？应该是这里等于它空三格。
这样子，这样子应该还好，这样子画出去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这样子它的间，这里的间隔，这里的间隔会一样吗？这里的间隔，应该是一样的。好，应该是一样的。如果它规规矩矩照这个画八公分，这个画八公分，它画出来就不会有错。可是就最怕学生直接上视图画完，右侧视图就不知道画在哪里了哈。观念清楚当然很简单啦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很快速的把这个题目画出来哈。好，第一个哈，这个要知道怎么画六角形。好，六角形哈，记住，老师，说实在，我的影片哦，什么影片同学最常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六角图，如何快速的画出六角图、六角形呢、啊？那五公分哦，对不起，好，格子不要数错了，我要架错了，对不起。哦，就是画六角形，直接因为它是横的嘛，啊、哦。所以我们这里就画这60度角，有没有？好了，这是10公分嘛，哈，对了哈，哎呦，我算错了，对不起，所以我画错了，对了，这里到这里哈，10公分，千万不要算错格子哦，啊，好，好了之后，我这边是3公分嘛，啊，因为这里是3公分嘛，啊，这一个是2公分嘛，我就直接量上去，啊，六角形最快的方法就是先把那个分隔线画出来之后。再画一个，哦，3公分，这里还有一个圆，是2公分的圆。好，好了之后，我用有颜色的笔下去画了哈，让你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哦，这里把它接起来。这个我就没有办法画了哈。好了之后，好，这里面是多少？这边就我们就只能拆 1.5 了啊哈，所以这边是 1.5 啊啊，所以我这边只能拆 1.5 啊，我用终极画法哈， 1.5 啊，我就先把画出来，嗯，说实在，这照着画真的是没意思。他应该出一个等角图，直接叫你画才对啊。照着画，说实在，是在考学生会不会发抖呀？啊，所以上视图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右侧视图就要考验同学哦。如果你乖乖的把这里画那个，比如这里1、2、3、4，你画4公分。好，比如你这里乖乖的画4公分。好，你这里画乖乖画4公分。好，这边。好，这边就再留1公分，好，你这样子慢慢画，其实画得出来啦，可是依照原理嘛。好，来，我们六角，我们的三视图是应该是像这样子，
这里的间隔应该一致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哦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子，比如我这里是这里边缘，好，我这边空一公分好了，好，我视图跟视图空一公分，好，这是我视图跟视图哦，我正视图从这里开始画，好，所以你这边也要空一公分。你的同学跳舞哦，我这边也要空一公分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就要画对角线上去，这里就要画对角线上去，所以你可以看哦，依照我们的原理。啊，是这样子，对角线画上来，画过来，欸，这里应该不用了，我们只要知道这里就好。跟，那你不想画，用这样子慢慢对也可以啊，齁，再过来。啊，所以这里的尺寸就转过来了嘛。啊，对不对？我画长一点，免得等一下。所以观念清楚的同学可以这样子画，好，可是我相信大家的观念都不清楚，所以有的同学哈，可能右侧视图的间隔啊，视图跟视图的间隔可能会不一样，哦，这就会造成错误了哦。所以这里，等一下，哦，所以这边是几公分？八公分哈，哦，所以一二三四，四公分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哦，再四公分，哦，好，我先把它外观先画出来。可是这有一个曲线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两公分，这里要先画两公分的曲线，哦，那个圆呢，啊？这边要隔，这边是一公分，那距离底下一公分嘛，好，好，好了。就是这个对过来嘛，哈，所以不用量了，直接，好，我就用45度角，因为菱形是45度角嘛，啊，我就直接画45度角，啊，好。这边是实线，好，虚线我就先不画，哎，不对，中心线我先不画哈。好了 ，OK 了之后，好，这里就是你观念要清楚，这里的间隔一定要一样，再来就是把这个尺寸对下来喽，啊，所以这里尺寸把它对下来，哦，所以这里有。
这个尺寸，这个尺寸，哦，还有中心线，哦，所以你可以看，如果观念清楚的同学哦，其实他在画这一题就很简单，哦。这样子，好，开始咯，好，慢慢画哈，所以这里，我们先从最上面开始画，好，这里，从这里嘛，哦，到这里，好，这个外观一定在，好，再来哦，这里，哦，这里要注意到哦，好。因为它这里的这一条线哦，它会长成这样子，这个哦，它是像这样子嘛，六角形，哦，好，可是这里有一个菱形在这里，所以它这里会斜过去，这边会斜过去。好，所以这里是斜的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。好，它是这个到这里嘛，好，好，这里是这里，没有错。可是这中间这一条线哦，会到这边，好，哎，我没有对到这一个呢，要对到这里，好，所以它在这边。好，哦，这一条这一点，好，哦，所以这一点，我看看这个画过了，画，这个有画这边，哦，这个，所以这一点在这里，好，哦，所以这边要接过去。这边要接过去，所以它的形状会长成这样子，所以这边一样，可是我觉得那个老师在设计题目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间距了，哦，他可能想说，他都是用电脑画的嘛，他一定是把三个视图都画好了之后，去掉一个视图嘛，这样子对他来讲最快嘛。可是他可能没有想到，同学在画这一题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。这里有虚线，虚线应该不会跟这一点连在一起哦。当然，这个要准确制图啦，老师，因为我要让同学看得比较清楚，所以我用比较粗的笔画。啊，糟糕！我忘了，他这个要半剖式画哦，糟糕！哎，所以我画错了。来，我改一下好了。哦，半剖式。好，有时候同学哈，所以老师说最好在你的图上面写半剖式，提醒一下你自己。就像我刚才画得太高兴了齁，就会造成这样子困扰。齁，所以一边是内部，一边是外部。所以记住，剖式图没有任何虚线。
哦，所以这里啊、哦，好，所以这里中心线，因为它比较重要，我就用粗线画哈、哦。记住，内部跟外部的分界就是要用中心线，好、哦，这样子好、哦。所以这边是外部的情况，这边是内部的情况。好，记住要画45度角的细斜线，好、哦、45度角，所以好、哦、说实在我一直建议统测把题目印在试卷上，答案卷上，哦，让同学，说实在，像这一题根本不需要同学再重新绘制上视图跟右侧视图，哦，因为我们考试是考同学空间感，不是在考制图啊。现在制图说实在，电脑就可以取代了。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啊，一个是内部，一个是外部。好，记住，中心线都要画上去哈，因为我这个圆，我这里没有那个圆规哈，圆规只有这一支，啊，所以我这里圆我就没有画上去啊。可是中心线记住要画上去。哦，这里的中心线也要画上去，它竟然都有标了。哦，要用细线画啦，哦，说实在，没有会造成误解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标准答案，哦，记住这个圆哦，哦，我没有画，哦。所以你可以看，这样子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它画出来了，啊、哦，观念就是记住这里的空间一定要一样，好、哦，然后我这样子有没有错？没有错了哈、哦，老师还是把它补上去了啦哈、哦，这样子比较完整一点。